有实力不怕比。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
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神话。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心情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上春晚由家电零售领航者国美电器独家冠名。爱我们的陪爸妈来国美体验幸福。国美好，什么好？是刚好酱油上全谷物精华皂，香鲜。记住中国赞，记住传统赞，灯侯酱油醋。关键时刻不在状态，还好有脉动，脉动富含维生素群，让你关键一刻脉动回来。闹大了，牛饮吧，一升牛饮装新上市。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祝所有的小朋友天天快乐，红红火火，甜甜火锅。梦想友们，我在这里等着你。喝王老吉，看开门大吉。本节目由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HTC 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有实力不怕比。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在这里呢，也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参与互动，幸运观众都将有机会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32寸液晶电视一台。具体内容您可以登录 CNTV 查询，期待您的参与。我觉得我现在先变一个，就是跟所有人可以互动到的，因为电视机的观众，你们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的朋友，也可以一起跟我玩魔术，哦，好不好？这是隔空的时空的魔术。好啊。好，这样很简单的，左边有一个红色的牌，好，我先数一下，一样，左边10张，右边10张，好，一样，好，来啊，右边是红星 A， 可以特写一下，好，啊，这不是重点。来跟我大家跟我一起数哈，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10张在这边，我都不要动它，好，大家看得到，右边来了，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了，这样好了，这边有一些牌，麻烦你们记住其中一张牌。这边也是十张牌啊，可以数啊，1、2、3、4、5、6、7、8、9、10。好，记住其中一张牌，记好了没？大家，记好其中一张，记好了。第一张红星一不要记，其他都可以记，记好其中一张，好了吗？好，这时候非常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仔细看一下，哎，要继续特写，记得代表说我没有换牌，哦，没有换牌。我拿出一张非常透明的牌，轻轻弹一下。拍在这里啊，拍在这里，你没有看见吗？而且我不会再去碰刚刚那个红星一啊，没有看见，你有看见吗？没有啊。有看见你就要去看医生了啊，因为不太可能看见，这是魔术师看得见。我现在选出了一张你们刚刚记好的其中一张牌，放到左边这一叠，这有几张呢？刚刚数过，10张嘛。现在呢，仔细看一下，放进去之后就变成1、2、3、4、5、6、7、8、9、10、11张，所以呢，这里啊，继续带一下，这里呢，已经变成了1、2、3、4、5、6、7、8、9张。你们刚刚记的牌，确定还有在里面吗？一张一张看一下。我心里想的那张已经没有了。你心里想的那张已经不见了，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呢？好不好？刘谦要讲一句话，见证什么？哎，不好意思，我不需要讲这个话。哎呦，不错哦，看一下，看一下你们记的牌，是不是在里面的？是的话，请掌声鼓励一下。这时候，这叫做瞬间移动，好不好？这还不你们想的那个牌都已经过去了吗？哎，还有更厉害的要看吗？哎，好，来了，恐怖的要来了。这时候呢，以防大家觉得我有跟下面的人串通，这时候我要把牌盒呢往下丢，看谁拿到谁就上来，完全不看，好不好？完全不看，完全不看，随便乱丢，好不好？谁接到谁就上来。这时候来了 ，OK 了吗？麻烦请站到左边，谢谢。好，这时候这样。特写一下好了，一样，我放个8在这边。好，来了，这时候我没有跟你串通过吧？完全没有吧？而且我不认识你，但你认识我，对不对？这是重点。啊，如果我现在必须感应一下，好不好？这么多张牌，你随便讲出一张。方片三。方片三。我们太有缘分了，因为呢，其实在我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你会抽到方片三，好，真的，我牌都完全没动过，可以特写一下，可以特写一下，完全没有方片三在上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原因是因为这边我已经摆了一副牌。到了这种春节的时候，通常发是最吉利的，
所以两个八中间夹了一张牌，如果这是方片三的话，你们会不会吓疯了？仔细看一下，一张是啊，一张是红心八，好看一下，一张是我刚刚夹的牌，一张是黑色的八，往上推出来看一下，掌声鼓励一下。这时候好，这个是预言，不错哦。 OK， 哎呦，这是个预言，就是说我在我家其实昨天做梦的时候已经有感觉到我会来上这个节目，会碰到一个戴眼镜的朋友，你会选方片三，好不好？接下来你看到更厉害的是，我跟你没有串通吧，那一区是不是有朋友你走到那边呢，随便丢给你，我跟你讲，换个模式，换个模式，这样了，好了，随便点一张，随便乱点一张，点好了哈。好，来了，厉害来了，给大家看一下，给镜头看一下，给镜头看一下，好了吗？你随便把牌呢放进来，随便插进来，好，非常好。把牌放进来之后呢，随便分成三份好了，最简单的，这叫做感应啊，这叫做感应。好，这时候呢，我们这位漂亮主持人随便点两份，好，确定，确定，好，我慢慢把它淘，慢慢把它淘汰掉。剩下这一份而已了，一、二、三，随便点两张你喜欢的，确定啊？对，确定。慢慢淘汰掉，漂亮，只剩下一张吧？对。大家看，哎，对，这时候要特写，哎，不要跑掉了，来特写看一下。哦。翻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不低，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个大白杨，齐整整的篱笆院儿，一间小草房呀，哎哎哎呦！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总想喝点酒，就算是没有菜呀，那也得喝二两啊，大碗茶，大碗的酒。舍在两旁，五魁首六六六，笑声满堂啊！哎呀，我妈从小嗓门就亮啊。
很刺激。我们做电影啊，做电视啊，他用的威亚都是要有加保险带的，而且是非常保险的。你这个站到上面是一个支撑点，一个这个保险都没有的，非常精彩，而且这才是真功夫。请我们的几位驯兽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来自安徽宿州。嗯，我叫吴继壮，这是我的妻子允恒。允恒，对，他们是一个驯兽之家。刚才已经忘记他们是动物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表演得很好的。看你可高兴了，看的是挺，尤其这个甜甜特哎特别可爱。我让熊拍过。真的啊？是我们一块演出的有一个杂技团的一个老师，他把他家的熊就养到二楼的平台上，在平台有个笼子在那儿。我们上他家去玩，有一会儿玩，我也是去，我想逗一逗这个熊。上跟前那个笼子那熊手能出来，一巴掌给我拍坐地下。
借这个机会，在屏幕上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柔术，就是它的这个杂技当中呢，以柔术为基础。柔术呢，其实当然我们提倡刻苦，但是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讲一下，如果他不具备天赋，是不可能练柔术的。也就是1000多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两个人，他的关节、他的韧带、他的骨头那个缝适合练柔术，否则也可能像我这样的情况，再比他多费20年的功夫，也未必能练出来这样的一个功夫。我要上春晚，由家电零售领航者国美电器独家冠名。贴肚脐治痔疮，荣昌制药。突破，领悟全新境界。Shuffle 荣膺 CCAP 五星认证，一汽 Toyota。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自然的馈赠，播种与丰收，团聚与喜悦，我们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鲜健康的空气、水和食物，让我们用劳动成就自己梦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更好。新佳丽，八心八件钻石，做中国好司机，大家一起来。康师傅绿茶新装上市，康师傅经典奶茶有种香浓魔力，口口浓醇，美味迷人，这就是好喝的秘诀，快来开启香浓的幻想，康师傅经典奶茶，我的幻想在这里，你的呢？小刀就是好，没电还能跑，中国路小刀行，小刀电动车。贵州金沙酒，来自美酒河的酱酒，口感好，回味长。贵州金沙酒，做中国名酒。有实力不怕比。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首先呢，我们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跃。最热烈的掌声留着点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宁。谢谢。我们三个人是一个组合。我们组合的名字叫翻越你。可能很多朋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看过我们这个组合，不过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啊，重点的目的是要申请加入今年龙年春晚的主持阵容。没错。没发烧吧？龙年春晚再等11年，蛇年春晚啊，对不起，我这个舌头有点毛病。那个蛇年春晚，两个哥哥不要太激动了，这事儿还真不是我们说了算啊，得观众经过评判。看他们觉得我们适合不适合上春晚。那首先说我吧，我这个人非常适合上春晚，因为我的人生没有彩排啊，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就是收视率低，也是也就我们几个人看。我呀有着天然的优势。你看你们俩这一把年纪了，让你们明年上春晚再干2年又得下去，不是，怎么说话呢？机会留给年轻人啊，看我长着一张年轻又可爱的面孔，观众朋友们都喜欢新面孔，是不是？行，而且上春晚啊，其实讲究的就是三个字儿：新、奇、
特，想上春晚得有创新，对，得找到我们的特色。我就觉得，咱们必须要改变春晚三十几年来一成不变的主持风格。没错。哎呀，上台这么老半天啊，我这两位搭档终于说到我心里去了。你看春晚三十多年，主持人的风格啊一直没变。对，如果今年蛇年春晚，我们的总导演用了我们翻越你组合的话，我们就从主持人开场白开始改起。怎么改？你看啊，这个以前春晚的那个主持人一出来都怎么说来着？这大家都知道啊。您示范一下。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里是蛇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行，不要啊，就这还给他们鼓掌呢。我首先问问你，马云，我们要参加的是什么年的春晚？蛇年。是鸡年吗？不是。那你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呢？激情嘛，对待大家要温柔啊，要深情。另外你怎么着？你刚才管台下这些叫什么？观众朋友。我呸，我退死你。观众朋友是咱们叫的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我们就是主持人，台下坐的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呢。是衣食父母，我们对他们要尊敬再尊敬，客气再客气，温柔再温柔，最好啊加那么一点点旋律，开场就这么来。怎么来？亲爱的爸爸妈妈，哎，你们好吗？欢迎收看春晚了，今年主持人就我们仨，我们主持挺好的，大家不要太害怕，本人今年28，现在我还没有成家。行了，开始征婚了呀。对，尊重观众可以，但是你不能管他们叫爸爸妈妈呀。那应该，如果让我上春晚，最先要改革的就是我们那零点倒计时环节。零点倒计时，哎，大家都知道零点倒计时这个环节啊真的是一个重头材，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千年不变，过去的零点倒计时什么样我们知道啊，不就那样吗？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零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让我们共同倒计时，5 4 3 2 1。羊年到了。羊年就是这样，我刚刚发明出一种特别好又新潮又时尚又轻松的全新的零点倒计时的方式啊，有新方法。我们演绎一下，咱配合一下，配合一下，用肢体语言的方式来跟我配合零点倒计时，好不好？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啊，好啊！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倒计时，10 9 8。7 6 5反了5 4 3 2 1。过年好呀！怎么样？哎呀，太棒了！这办法好吧？太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不好？怎么样？朋友们，哎，董卿姐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好，我跟你说，董卿都没看出来。那个二再来一遍。二再来一遍。二再来一遍。我们从三开始。二还来一遍。来。二。二。大家说二吧。这个今年二加了。虽然说主持有可能上不了春晚，别忘了咱是翻越你组合呀，咱还有节目呢，同样可以上春晚。如果让我们仨上春晚，别的要求我们没有。什么要求？管饭就行了。既然观众朋友这么喜欢啊，我们翻越女组合今天就给咱们现场的衣食父母们再露一脸。又来了，你看，来 ，music， 来。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子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20岁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
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钱哎呀，怎么样，朋友们？这个在我们相声的队伍当中增加了这样新血液，我感到欢欣鼓舞。谢谢你们，这不是客气话啊。如果我们相声队伍当中有这么三个帅哥，这么好的声音，而且这么好的形体动作，真是欢欣鼓舞。就是那个了，在形体动作主要指的是小尼那个二。这作者是谁我不知道。那个作者让您向您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翻越你组合的杨帆。对，他写的。更为你鼓掌。哎，我建议大家为他鼓掌。很不容易，知道相声难写了吧？知道，挺不容易的。具体这个相声段子，咱不去研究它。如果有时间，咱们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为春节做一段努力。但是三个人这种精神，太值得推崇了。谢谢。哎呀，朋友们，这个人走路一定要看清楚的。中午下班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我这么好的眼镜给摔碎了。我得赶紧找个眼镜店配副眼镜。哎呀，这里有一家眼镜店。阿炳眼镜店，阿炳好像是拉二胡的，好，就这里吧，赶时间。服务员，服务员，哎，来了来了，来了，先生，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吗？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太倒霉了啊！我这中午下班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我这么好的眼镜摔碎了。哎呦，眼镜片碎了哈！哎呀，太遗憾了。不过没有关系啊，您来了我们阿炳眼镜店，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好的，咱先做一个登记。好的，先生，您贵姓啊？啊，免贵，我姓江啊。江先生，那个您把您的电话号码说一下吧。我的号码是13222222222。您这号码里怎么这么多二啊？好号码都是连号的。哎呀，您这号码简直太二了。啊？不是那个什么，来吧，咱们现在先做一个检查。哦，太好了，来吧来吧。啊，检查一下，来来来。我站哪里啊？你往那儿站吧。我站这是不是？行行行。来看啊，你看这个，下边这个，左边这个。看不清楚。哎呀，我说你近视太，这一行你看，换，赶紧换啊，换啊！因为你不着急那个，赶紧上班吗？就是紧张是吧？啊，快点啊，咱们就抓紧时间。好的啊，这右边这上边这左边这啊啊，就是啊，这不是这个自驾服务员，你再来一遍行吗？啊，就是啊，这左右，哎呦，太对了啊！这样吧，你再给我换个服务员好不好？我换一个，换一个业务熟的服务员。我干什么？我行，你走吧，你走，赶紧给我换一个吧。哎，赶紧走吧，你。我没见过你这种人，干司机一点都不认真，什么人呀这是？你说我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全耽误在 他身上了。你说这服务员干活也不认真，服务员，服务员，还有。哎，你快点好不好，服务员？是要测眼睛啊？啊，老先生啊，是我要测眼睛。咦，这人在哪儿了呀？我老先生，我在这里，我要测眼睛。哦，不是老先生，您是？我就是阿兵啊。看着都像，我给你测。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来，你看。不是老先生，你身体盯得住吗？啊，我盯得住。来，你看。
看这个，不是哪一个？这个不是哪个呀？这个不是老先生，你稳住了好不好？你稳住了，到底是哪个？就是这个啊，这个是上边。啥？上边喊啥？我听不来的。哪边啊？上边，你的孩儿，你咋跟抽风了似的呀？你上边上边啊！我看看，我看看。咦，还真是张元嘞！你换个年轻点的好不好？再说了，你这个眼神还不如我呢。咦，你咋说话了？你赶紧给我换个年轻人，我时间全耽误在你这儿了。我专门检测眼睛了，我眼睛能不如你？你走吧，老姐。哎呀，哎呀，我眼睛还真不如你了。老先生，你这么大岁数就不要出来给人看病了。哎，你等着啊，等着。不好，容易误诊。哎呀，我时间，服务员，我时间全耽误在上面了。萨瓦迪卡，萨瓦迪，萨瓦迪卡。还有外国服务员啊？美，American， 还不是南的呀？啊，对，我是来测眼镜的。啊，那你往哪干？你往哪干？啊，我往这站是吧？啊。哦，好，好。走光，走光。我看不清楚啊。哎，走光，走光。这是什么意思啊？走光。啊，你也是用这样的视力表吗？啊，来，走光嘞。来，我的我的好的，啊，什么啊？前面的我啊，是我能看清楚那个。前面的我，还没来，不来。啊，是我这些我都能看清楚。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念。他是冲左。来 ，printer，printer， 等到改变。不是，第三个是什么？不是，我没记住。是那你？不是 ，no。因为。no， 听 no。no。no。不是，不是，你怎么跳起来了？不是，你说这怎么三个人都是这样？这什么破眼镜店呢？这什么东西？这是骗人的，这都是。你这个编是从哪编来的？这小品真能编你。嗨。等于说你一人演了三个角色。对对对。这最后一个太逗了。嗯。我就喜欢观察这一些。哦。比方说那个韩国人来说吧。嗯。他一说话的时候，那个表情都比较的夸张。嗯。就是我看韩剧里边都那么演。嗯。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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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谁也说过这样。你看，你刚演什么呢？你在？我也不知道。你演的跟真的似的，你都不知道。哎，你看韩剧里边女的都很温柔的。啊，对对对。女的是什么样的呢？娘怕啊，他们的奶哦，我流产的心脏。哎呦！完了，紧接着男的就说了，完紧接着男的就说了，娘。我在长白金门，天津人民打。完了，那女的话呀，陈明了，我就踩你们去的，你完了。联系韩国。你一个人能演一集，一个人就能演一集。老头出来了，什么玩意儿？我个人觉得非常棒，这个应该在戏剧当中应该算是一个小的观察人物练习。对，我包括你刚才学那个韩剧的那个演员的表演，虽然你台词你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你这个表情和你的感觉非常像。嗯，凡是看过韩剧就是没有翻译过韩剧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你演的是韩剧，所以这一点是演员的观察能力和这种模仿能力。
那个特别特别可爱，眼神非常淡定，完了动作呢也做得非常标准，真的，完了你将来肯定会比林依轮哥哥帅，记住这个名字哈。以后你以后大家说你比他还帅会吗？不会的，我永远超不过他。哎，不用那么夸张吧。哎哎，你别唱歌了，我觉得你当主持人吧，以后跟你一样。对呀、啊、跟我一样不好吗？可以呀、啊、太好了。这个孩子的确是很招人喜欢啊，你要是只唱这么一首就走呢，大家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要不再唱一首？我要唱甩葱歌。上春晚由家电零售领航者国美电器独家冠名。蓝月亮洗衣液，开创洗衣新时代，机洗专用，手洗专用，旅行专用，宝宝专用，连续五年全国销量领先，中国洗衣液领导品牌蓝月亮。我叫陈王辉，是一名特技车手，生活中我也是一名普通司机。我喜欢演绎速度与激情，更懂得收放有度。我渴望挑战自己，更在乎他人的安全，遵守交规，平安出行，做中国好司机，大家一起来。伊利连续十年为中国奥运健儿提供营养支持，我们愿为每一个梦想尽己奋力。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营养乳制品伊利。喜乐驾到，准备爆笑，寻找生活的真实笑料，感受人生的喜悦美妙。四位常驻嘉宾默契出演，神秘特邀嘉宾真情助阵，导演遥控指令意外来袭，喜乐街。海天黄豆酱，你想怎么吃？美味蒸鱼鲜 ，yes； 轻松酱拌面 ，yes； 健康蔬菜卷，海天黄豆酱 ，yes， 黄豆怎么吃都好吃。生活多美丽，练细致无尽的温柔，练一张床，爱一个家，水星家房。有实力不怕比，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在这里呢，也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参与互动，幸运观众都将有机会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32寸液晶电视一台，具体内容您可以登录 CNTV 查询，期待您的参与。Thank you.
在表演的时候，我确实替你们捏着一把汗，可能你们都习以为常了，我相信观众跟我是一样的感受，恐怕你们受了点伤。这个节目真的很刺激。You're so unbelievable. You're unbelievable. We'll be right back.
有实力不怕比。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在这里呢，也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参与互动，幸运观众都将有机会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32寸液晶电视一台。具体内容您可以登录 CNTV 查询。期待您的参与。Thank you.
很喜欢，十分喜欢。他们俩的功夫，尤其两个领舞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呦，把我给震了，真是啊，真是好啊，孩子。而且那帮小孩子，小号，小号也好，他演的可认真了，每一个小号都很认真。我很仔细看他们，因为我看的十二舞蹈也看了不少。嗯，像他们功力这么好的不多，不多是吧？你无论从他踢腿、扬胳膊到这个每一个角度，嗯。他因为他整体就在角度上嘛，那还有甩腰踢腿这个力度多好啊，相当相当。如果是时间长了的话，您还得小心这个脖子劳损哈。那没事，我听说过腰肌劳损，我还没听说过脖子劳损。但是如果老是这么用的话，可能会有问题。你会打爵士鼓吗？我会一点。你会打爵士鼓啊？但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很难这样？没有，其实这个是要练习，就是你把每一个节奏负责的。那要不你试试带这个打爵士鼓啊？我看行，我看行。你别把王老师辛辛苦苦弄的乐器弄坏了，没关系，每一个都像，每一个不行。晃一下神儿，我才明白过来，你的后半段其实是用英文在演唱。对，后两个你们听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可能英语水平不太高。哦，他说你们英语水平不行。我觉得您这歌唱的跟闹着玩似的。可能您的搞笑的功底是非常的。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确实是我在之前的我的相声作品里也会用英语去改编一些中国的东西。哎，你要不听听他的改编？对对对，那我来，你用英语改编什么了都？
我当然了，我英语水平有限，我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啊，改编的是小燕子。然后您看我这英文的语法是不是有问题？听完语法咱就不是知音了，我估计就。咱不说语法，咱们说音乐。说音乐哈，说学术的问题，好吧？不，小燕子，太严肃了。您听一下，小燕子。小波儿的穿花衣，夜儿夜儿来这里。我问波儿的，你为啥 come in 波儿的 say 这里的春天 very beautiful。哇哦！哎，但还是不是知音文老师？不是，你把我都雷倒了。有实力不怕比，由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春晚》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见。我要上春晚强势回归，开播至今精彩节目大盘点，最奇特的民间绝技，最爆笑的相声小品，最精彩的明星互动，最麻辣的妙语点评，经典瞬间尽收眼底。4月13日晚19:30，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我要上春晚》，精彩不